不离三昧呀、啊，为实印或知印。你跟你的明慧从来没有分开过，就是实印，实印。你跟你的空心母，虚空中的空心母，就空行的明慧，从来没有分开过。我每天晚上跟智慧，跟我的智慧空行，一定要合一的。合一完了，我才去睡觉。那个就是不离三昧呀、啊。已经到了第三观的时候，有坛城的三昧呀、啊。有具身智的三昧呀、啊，有大乐的三昧呀、啊，有守护明点的三昧呀、啊，有跟实体明慧、跟智慧、智慧明慧不离开的三昧呀、啊。这是属于慧观。当然，这个实印就是实体明慧，知印就是空行母，就是空行母的明慧，虚空中的明慧。所以他用的都是很简单的这个字，让你看不懂什么叫实印。实是实在的实，印章的印。什么叫实印？就是实体明慧。什么叫做知印？就是智慧明慧。智慧明慧就是无形的，实体明慧就是有形的。不离三昧啊，就是没有分开过。